对，冯冰冰，冯冰冰，冯冰冰，哒哒哒哒，欢迎回来，海绵宝宝 TV 变新闻。现在是一个姐姐带一个弟弟的，他们的表情非常认真，但是弟弟的脸在笑一直笑，看起来一开始是没有精神。你打笑拳没有用啊，就是笑。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现场的情况。对，电笔将对好，摸到打到。可以用眼。对，这个女的对过去的。咏春过手呢？你现在看起来像咏春过手，又不像咏春过手。那因为我们小孩还不懂我们的咏春过手，看起来我们这个普通的打架要爆锤的感觉。对，再过来。这个姐姐非常认真，一定要打咏春拳。对，那追过来。追了过去，这个嗨拳真的够不到、一分钟了，好，冲，打肚子，对比打到他，打到他，然后那挨打那个，挨打那个爆发出来，就想冲冲，因为你挨打的海绵宝宝喝水瓶，对，冲拳冲拳，你冲拳要连续打，不要停住啊，因为你，对，冲，换手，继续，换手打，继续。再来，一分半了啊！来，最后正面冲拳，连续冲拳，冲拳，位置手要摆好，护手摆胸前，来冲拳，护手，对，很好，再杀过去，护手摆好，位置护手摆好，过包圆，最后中，很好，位置啊，哦，棒，对，再来，继续上。护手摆好，威力护手摆好，冲过来，杀过来，啊，继续，没有，再来。